来哈，兄弟们，我是二娃哈。这个过江的痕这里啊，已经发现了一个洞，二娃给他试一下，看能不能把它抓起来。哇塞，绝对金货，大得很。老子这条追着可能，我看到那儿，我猜到那个洞的反应哈，我感觉可能就是将近一斤左右了。绝对不是龙虾，绝对不是龙虾，散货来烟花，要得，要得，要得。 这条绝对金货，我估计应该将近一斤左右，因为我踩到那个水的时候，标的那个水焊的很，就是那儿标出来的。哇，不要被你踩了，大哥。踩了没得事，这个洞大可以慢慢摸到啊。我们要相信二娃哥。卡了一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，哥哥姐姐们，就是卡的话还是很正常的，信号不是很好。对，我知道我们这儿卡啊。信号不稳定，说实话啊。现在只有两个信号啊。哎呦。 卡了呀！我往外面推一点啊，我往前面推一点。哎呀，啃到这个烂棍子哈。对，现在应该不卡了啊！现在应该不卡了。哎呦，好多这个烂螺丝。叔叔，看，哇塞，好光滑哟！哎呦，不得龙虾啊，不得龙虾。标不要准准的上一栋。哇，欢迎咱们这个小姐姐，欢迎咱们小姐姐。 咱们这个是咱们大海哥家的小姐姐啊，欢迎啊，欢迎美女。嗯，耶，欢迎老板。对，咱们欢迎咱们这个小乖乖啊。这个洞很大，应该不卡了吧？应该不卡了吧？哇，这条货说老实话，我二货绝对应该是就是忙得皮爆的那种。对对对，哦哟。 这外面有出，不用送，不用送那个小乖乖啊，就是没事啊，没事，就是咱们都是主播啊，都不容易啊。我老板小号就是那个，是不是琳琅嘛？是不是琳琅姐姐啊？琳琅美女啊？应该是琳琅美女啊。哦。到时候咱们有空的话也可以连连麦啊。对对对，真的朝你那边走了。我估计都是，我估计都是。有可能踩了这个东西。我这踩到的时候在冒水。 没得事，这个踩不是啊，不是，嗯，好嘛，大海哥，这个是哪个？到时候我下播的时候我也去看一看啊。就是嘛，叔叔，为什么要叫你点点才是我老板啊？哦，这样啊，我们大海哥说老实话，真的跟是一天天的，开心得很啊。对对对，开心才好嘛。嗯，今儿慢慢摸，踩不到你，放心喂，这个洞太。真的踩了这个脚板纹。 就那个脚板纹头，就那个脚板纹头，你好好摸嘛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能不能上货啊？这条真的踩了。这个这都叫我们大海哥叔叔，这大海哥，你呢？家子哦，这样啊，大海哥。那我要叫你什么呀？我要不我就叫你大海哥。还踩出来，还在这里。来来来，不要急啊，这个这条货绝对金货，跑都跑不脱嘞。 超级大工程了，我这人。哎，上货泥鳅儿，你跟。我这个泥鳅。哎，泥鳅儿，哦，哎，哪里冒水进来了？完了。不要慌。看到没有？不要慌，已经在冒水出来了。这个要得把外面的洞找到啊！不要慌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可是他这个洞在哪里哦？对，期待上货啊！这个绝对金货，绝对金货！你好好找一下，不要慌，理一下。这边冒水出来的话，这证明这外面是有洞的。那外面洞没找到的话，可能待会儿下面会跑掉。 感谢我大海哥开了几十个宝箱，谢大海哥。哎，算了，大海哥你莫开了，你这个不是你这个运气有点。等一下，从外面。感谢我大海哥开了这么几十个宝箱啊！感谢我大海哥。哇，我这里。嗯，这里。通传了呀？啊，传了哎。感谢我大海哥。哇塞，回下。不要慌，不要慌，这条鳝鱼大得很，真的大得很。我二货嘛，真的这个拿来。 这是经验明显不足，大哥，这跟经验什么关系啊？这个说老实话，我们抠鳝鱼的话也不是说抠不上来，你就好好看啊。咱们期待一下，大海哥，你这开了六七十个，是不是有点大脑壳哟？这一排排妖姬，我真的也是猪了。别，又通了哎！不要慌，慢慢摸，这条鳝鱼肯定是在的。来把那水弄干哈。对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弄干，里面还有洞。 不是你的问了这么大条，这个千万不要急啊！这条鳝鱼上不了货的话，我都要打二娃。
我把它踹到一脚，把它踹到水里面去。不要不要，真的了，算一个，我说实话。感谢我大海哥。大海哥，真的算了算了算了，这个太恼火了。不是我看到大海哥开的，我都难受了。这把水搞出去啊！大海哥开了100多个箱子，只是你的问题，就开了2个花环。开了2个花环。进货的话给我牛气，家里面有一条1斤左右的，嘉宁哥，这条应该也是大进货，没得任何问题的。 大海哥，我就问你，现在脑瓜子是不是也是感觉有点假？终于开到3个花环了，我大海哥今天有点不信邪了。你那个运气是不是都开到城堡上去了？我在想，感谢咱们1072哥，不要慌啊，哥哥姐姐们不要慌，不要慌。这条货抓不上来的话，我说老实话，我直接抓一坨泥巴抹在二娃的脸上，我二不抹啊。 这么大一个洞，二娃要是都那个不了的话，为什么我说就是说这个没得毛病的啊？因为这个里面啊，它是一个江洞啊。耶，这是一个江洞啊，不要急啊，哥哥姐姐们。今天真的是干，要干废，要干废呀，帮我。好久没有干这种大工作。感谢咱们加菲哥的粉丝卡。感谢加菲哥。 不要慌啊！不要慌，感谢我今天感谢我拼命姐，感谢平平美女哈，给咱们不要慌，别慌，别慌，别慌，咸鱼老板不理我嘞，啊、难可能嘛，不要慌，说实在话，这个东西已经扣了60分钟了，看到标准的江洞了吗？这个，对，所以说只要是江洞的话，鳝鱼在的可能性是80%。感谢咱们知足哥开的宝箱，谢谢知足哥，感谢我龙猫哥的热气球。耶。 又没了，不要慌，慢慢摸。欢迎我虾光哥，上了金货，上了金货，这条是大金货，这条是绝对的大金货。这里还有洞。嗯，不要慌，不要慌。别急啊，公屏跳的太快。 感谢星星啊，感谢感谢感谢，感谢咱们这个小乖乖啊，感谢感谢。我们大海哥应该是去叫妹子去了，我感觉。叫妹子去了。嗯。不要慌，这条货真的大得很。这里倒还有个洞，应该跟那个是穿的，我估计。我不晓得。试一下。感谢星星啊，感谢星星，不要急不要急，家人们期待一下啊，这个应该是没得毛病的上货，应该能上，应该能上啊。 咱们我说老实话，我都相信二娃，这个要是二娃上不了的话，我都要锤他。这条洞，这条货是不是正宗进货，二娃？反正没得洞是正宗的进货洞哈。我要说八卦阵了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急，这个东西真的不要急啊，哥哥姐姐们，咱们干就完了。感谢我霞光哥啊，感谢我霞光哥，不要急，哥哥姐姐们，估计是我活。 我说了，我活的话，二娃要是我活的话，直接抹一坨泥巴来擦抹到他脸上。日你们这么大个工程，这么大个工程，哦豁！我感觉也要让你拖挖机姐来。自己脸上糊一坨泥巴。对，二娃说抓不上，他自己都糊一坨泥巴。就是嘛，自己就打下脸噻。说实在话，这条货的话应该是没得任何毛病的嘞，因为洞很大，所以说很好掏啊，不要急啊，咱们干就完了。 我都要脑壳都有点嗡嗡嗡的响了，咋了？叫挖机，我感觉一个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这个段子我要不先关一下喂。没得事的。12分钟我内存啊，还有3个G。咦，那里咋没水了哎？哪里？那前面。那前面啊？ 喂，认识嘞？看到没有？看到了。难道说要来了？难道说要来了吗？来，我这里抓好多，我都不愿意去抓了。我心里个鬼。哪里有大哥？你哪里的嘛，这个哥哥？哇，我们哪里听得这些来？说老实话，我说这个现在这个资源都很匮乏啊。刚炮哥来了，刚炮一来的话，就可能要看到大进货了。看一看一条啊，一条风顺哥，没有没有希望？我有的跑了。 差点跑球了，在里面，在哈，兄弟们，
江西啊，算了算了，江西的三语打扰了。江西的话就不来了，江西我们去做过。江西皮皮算了。你们那边全都是泥蛇。这么久呀，抓了十分钟了，这条刚好十分钟啊，因为这条我在哈摸到了哈，已经摸到了啊，这条三鱼在的啊，不要急。嗯，对哈，打不打？日你的温了，打不打？哎呀呀，没有了。来你那儿抓，要的贾金哥，你那儿可以啊。耶，我都不相信。哦呀，这么大一个工程啊！对，就是泥石太多了，江西。不要急啊，这个三鱼已经摸到了，已经摸到了，已经摸到了。咦，要出来了，要出来了。摸到了哈，摸到了，摸到了哈，兄弟们。等着上货，要的来了。哎呀，我日他的温呢，逮不上来，打不起来。对，摸的逮不上来啊。太硬了，这个。耶，我可是还在说起跑，还要转起跑哦。哦，这个工程量好大，实在话好激动啊！应该是正宗进货，是不是正宗进货？没那么夸张了，没那么大了，小进货。他要来了吗？水平不行。大哥，你看着上货就行了啊！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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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！哦，哇，这么大一个江洞哈！对，这么大一个江洞，说实话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大，还是可以哈。对，还是牛逼。小半斤，小半斤啊！对，漂亮，牛逼啊！来来来，上货两条了，来给兄弟们看一下啊！你抓出来吗？上货两条了啊，还跟你一条，两条差不多的。对，